我是95年练了学了法轮功，95年，96年一年，说我最初什么现象呢？非常客观。我说，哎呀，姐，我上街去买东西，就在环境里边，过去过来，不是绕着我的身影，他绕着李洪志身影，过去是李洪志，回来是李洪志，我坐那环境上，我俩是他的身影啊。我家里洗把脸，洗把脸，这个脸一照镜子里边，李洪志对我笑了，笑的眼都睁不开了。我说我梳头，就早上洗把脸梳把头，我咋这样呢？哎，后来在大学根那房那个店里边，我正搁那上班呢，他出个这现象了，他一会儿吧，我自己能看我自己，我自己看我自己，不是我自己了，是李洪志。看我笑了，哎，我说我能透视自己能看着是这样的，说我认我是师傅，师傅是我，我根本不相信那个和尚能修成佛，啊，可是呢，这李洪志他讲是就在常人里边不去出家能干这事儿，所以我俩是看不这个中国人这些弄法轮功来的，主要是都就被他这一句话里弄进去不少。他不出家，你能干活，照样干活，你能弄点那个事儿，是我都是这个的，试试，谁试试多试了，他试试这劲儿，啊，我让我弄痴迷他了，你看，啊，这里边又该说我呢，说呢，咱只能说那幻化现象了，啊，一次，啊，这个啥来？这我自己看我自己的身体，啊，它非常非常之高。说宇宙多大，它都多大，啊！它身上发出无量的好，那佛光。我说的是离子流，就是离子流朝发光了，离子，啊！可是下边层层的，层层一个层层的一个层层小佛了，它可不是这个样子，它是个，它是就是，哎，就是这一次我上北京时候，我见的啥了？我见的那个永活宫，一个大佛，你见了吗？是吧？它就是那种东西，啊。它底下一层一层的，一层一个稍微发光，最小那是如来，啊，弹的光还没有萤火虫那么大的，啊，可是它的光在佛教说是涵盖3000大千世界，啊，你说这个大家伙能发多，你说它的佛光多厉害，这个现象在我身上要半个月不去，睁眼闭眼的看见的了，我自己能看见我自己了，啊，这个事儿，后来。后来是啥呢？后来我悟到，就是悟这悟这事儿吧。我是众生，众生是我。这后来是你一练功了，你这你比方说你，他说李洪志说，他说两个极非常远，啊，这个宇宙有两个极是吧？你达到两个极上，这两个极多大宇宙啊？可是。你一进去吧，你的身体不是好像是呜，它一膨胀，给这个宇宙不是长得一般大，和天衣无缝一样了，啊！可是我那时候悟到，我说就是我是宇宙，宇宙是我。所以说，你说要是一个徒弟都要真要是这个是不是幻化假象的话，要真的，要佛教来说，他们也是这样是吧？啊，要是好像说，那你说是不是？那可能是吧，徒弟都这样了，那师傅可能更行，哎，所以说我是那我说我去自焚，那就是这个东西那是肯定是真的，那是20年，我正在上班的时候，他就是出来一个怪现象，就愣不神儿了，他就给你做梦样了，我自己步行上了北京，上北京以后就天安门外边，我喝酒了去油。喝汽油后就呢，把那个汽油浇了一身，哪儿都是，啊，一身汽油浇过以后边，我又拿了这打火机了，什么火柴什么东西了，是不是？我还到哪儿不保险，怕这些给我拿走啊，给我拿走，拿走我弄不成，我在我身上又做个点火线圈，实际上那点火线圈，定时间就3分钟，这我才进的天安门广场，这是在梦里边出了这状态啊，哎，进去以后。我的一亮相，那里边有干尸了都，那警察都干尸了。一干啥以后，我身上都带一身汽油，都闻出来味儿了。
伸得稀里拉流，说啊，他们都抓着我拆开，把我手不是拉着十字了，那就是我就大祸，根本不可能事儿。可是实际上你还有个自，我自己做个点火线圈，他自定了三分钟时间，很短的时间，他自己点火了，一点火就是他们的背皮掉出来了。说说我肚里也有汽油，身上也有汽油，瞅一说话喷出几公尺的汽油，啊，就瞅完这，啊，我就转圈说话，你一喷一个大火圈，我身上的汽油那瞅地地那流那水也浊，说我一片是一片火海，啊，我都说着发那说发生可好，怎么回事儿，就是说着说的事儿啊，啊，可是呢，当时在场那警察什么的他们都掉了来啊，就当时现场好像是我做梦那个梦上啊，哎。可是呢，这时候呢，我身上着了那这硬的火光，这个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不是？我都坐到地下，打着腿，啊，这时候用上了，我想起我，就是咱当时说的，我想起我师父说的话，就见我的时候呢，1997年9月份哪天我记不了，此时我在练功的时候，啊，他用四句话喊我，就是悲壮烈士流出去，豪气重魂留世间，欠我一秒算一处，最后担心造祸人。他用四句话叫我，我睁眼一看，他就在龙庭路上，就对着我就喊那四句话，用立体声喊，啊，说，我就打坐下来就找着他说我见的师父，啊，说我把这四句话一喊，这说罢以后呢，这个火是越灼越旺，越灼越旺，灼着撞撞撞撞。着起来后，这中间出来一个浮光万丈一个绝人，啊，他个大绝人，他跟他坐着，浮光万丈，他坐着这，说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。当时认识是法轮功，他是伏法修炼。我说，你看，为啥我们上天安门自焚呢？那就是我们就是啊，就我们用自焚行动向群众、向中国人证明是法是真的。现在有了的事儿，我也真不敢想。现在就是你，就是说你刚才提的，我有你一提这，我想起陈果给他妈妈，啊，你说现在是两个人，现在连自己的一生活能力都无法，我自己的生活自己日常生活都没法弄。现在我想起来都我都没法说，因为我那个梦的事儿，他。对他有影响了，这个责任是我是脱不开的，真的，我现在负罪感可厉害，啊，要是我能死了，能把他那换成健康身体，我真死。又按许立红人说，他在人间不出家，能在人间修佛，是不是？都想去试试，这一试都这样啊。说，哎，这个哎，这很难说这事儿。现在是我都不想说了，现在是，哎，对这事儿现在是，要是我要是搁家不练法轮功的话，我永远不会犯罪，啊，也可能我敢说，我下一辈子都不会犯罪，啊，我非常热爱咱国家，真的，啊，我们一练法轮功时候是弄这样啊。